爹爹娘亲，少儿不要嫁进越王府，少儿不喜欢什么越王爷。老爷，越王府和咱们丞相府一直关系不好，现在让少儿嫁过去，那不是要毁了少儿一辈子吗？夫人，这事儿有多埋汰我心里有谱，但这次是皇上赐婚，怎么敢不遵从？我也爱莫能助啊。爹，您答应过的，少儿的郎君少儿可以自己选，少儿没有见过叶王爷，少儿死也不嫁。少儿生死不死啊，只要娘还在就不会让你受苦。娘，老爷难道真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能有什么办法？难道要违抗圣旨，让整个丞相府陪葬吗？尚儿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你就当是为了爹为了娘付出一次吧。爹爹，尚儿不要嫁，尚儿是爹娘唯一的女儿，我不在谁还能像我一样关心你们爱你们呢？老爷，爹，尚儿并不是我们唯一的女儿啊。你是说在凌云山的？哎，不妥不妥，这可是欺君之罪，是要株连九族的。不会的，老爷，皇上赐婚说的是丞相府大小姐云溪，本就是再不急让他们换下名字和身份不就结了啊？他们姐妹不是丞相的闺女，外人是不会看出什么毛病的。夫人说的不是没道理，这件事需要从长计议。对了，我并不是爹爹唯一的女儿，还有个姐姐。哼，那个被赶出家门的废物。哇，这还挺带感的嘛！能替我跳进越王府这个火坑，也算他有点用处。哎呀，大小姐，现在万万不可掀开，别坏了规矩。哎，你等等啊，让我暗中观察一下。我的大小姐，你要观察啥子嘛？秘密。寻你也配踏上夜王府？山坡那边红花夕阳满天开，来个东边漂亮小卖家来哎嗨哟，一二呀嘿，瞧见红花汉堡呀嘿，水灵灵的小骨朵嘛等着过来采，月亮下上太阳还没爬。小花宝们等着过来采，月亮下山太阳还没爬。
铁丝棍真麻烦，清晨起床忙活一天，到晚上还不让人休息，让我在这干等着，磨叽啥呢？喂，我说，这得做到什么时候啊？后面还有什么仪式都赶紧的。夫人，后面的事急不来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哎呀，等一下您就知道了。听府上的师姐说，叶王的枪法可酷炫了，枪枪见血，精准无比。你们说啥呢？叶王爷大晚上还在练枪？啊，不是不是，王爷现在应该是在沐浴更衣。不、哦，刚练完啊，今天结婚还练什么练？难不成是个舞痴？夫人殊不知，我们王爷每晚练武，不曾荒废。所以才被叫夜王嘛。瞎说什么呢，要不要命啊。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，这人像出在我的体子里怼过去，但这样真的面对他，我这该让我怎么办呀。是吧，昨天晚上出来，偏偏现在出现。哎，您这鸡是刚洗的？这次老鼠特别干净。好啊，哎，那您准备怎么做？充满了甜菜时，酒浓戏珠。头盆是龙飞凤舞。主菜也就是今晚的高潮，百鸟朝凤。好啊，真好，好，好，好你妹呀！他要敢动我就扁他。最后这鸡架子，我再配点材料，煲个十全大补汤。鸡架子，什么鬼？走了。给叶王爷请安。本王今天来是想告诉你，去哪儿了？刚还在。如果不是圣命难违，请你也陪踏进叶王府，千傲天这个老狐狸，想利用政治联姻牵制本王，简直痴心妄想。你不过是一颗可悲的棋子而已。听好了，本王心中唯有南秦婉。才配得上做本王的妃。南秦婉。对了，你既然喜欢躲躲藏藏，那好，本王也不想看到你。来人呐，叫苏荣过来，今晚就让他搬离崇德殿。那是要搬去哪儿住啊？清幽阁。王爷刚说的是哪儿？好像是清幽阁。夫人，您别太难过了。是啊，王爷可能只是喝了点酒，变态了。我是可悲的棋子，我就是爹娘的丧门星。夫人，云溪想知道，这下你们满意了吗？云溪可是。啦啦呼啦啦，咱也不用担当，进你的家中进正房间了。哇！娘亲，云溪自由了，终于离开唐宋地方了。心太棒了，我就快死了。可是我也去。人算不如天算，你以为这把单人四牌亏大了，没想到活该我天命眷顾到底。能够离开丞相府，怎样都好。你为何听到清幽阁后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？清幽阁有在文灵等。这里还真不错，虽然没有凌云山漂亮，
但是也能打个十分了。啊！你们王爷要不要这么小气啊？明明有这么多俊俏的房子，怎么偏偏让我住这里啊？苏荣，你能不能跟王爷禀报一下，帮我换个地？啊！夫人，奴婢告退了。看君应该叫他夜王吧，老夷若君自扔这不理不顾的自生自灭，这心眼也忒坏了。黑心夜王吧，别以为这样就能难倒我。我千云溪可是从小在凌云山上长大的野生动物，本能就是生存，看我分分钟打扫干净。搞什么？要不要这么打脸啊？看样子我一个人是干不了这活了。逼本姑娘分分钟开挂请神仙是吧？就是你了，出来吧，恶名传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把老子关那么久！哎呦，一不小心就忘了，原谅我吧。只顾自己猴急嫁人，竟敢把本大爷忘了。哎呀，嫁人的缘由你还不清楚吗？好了啦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还有事要跟你商量呢。不妨我对你的惩罚。这又是哪门子的事啊？怪不得这里破破烂烂，我还以为你自个儿吃香喝辣都把我给忘了呢。跟着你就没享过一天清福，本以为从山上下来跟你到繁华的京城能吃香喝辣，没想到丞相府的人对你各种冷眼和刁难，万万没想到现如今加入了王府依然救不了你，我都服了。你别叫云溪，改叫梅溪算了。哎，好了啦，抱怨不顶用，还不如阳光心态，乐观生活，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比如什么？把这清幽阁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漂漂亮亮，心情就会好了。靠，让我干这种下三滥的粗活？你是瞎子卖日历，胡扯。小木木，小风团，你最好了，我们就一起打扫好不好嘛？不行，就是不行。对呀，我没你不行。秀才帮你扶。千刀的夜王八害的，下次再碰到一定要好好整整他。我才懒得管，你有这整人的力气，还是想想以后在这王府怎么混吧。这我不担心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反正现在住这大房子，每天有吃有喝。哇，对了，忙活了一天还没吃上一口热菜热饭呢。我也很饿，你的乐观心态呢？能当饭吃吗？不吃饱怎么能睡得好？这样子只能深夜放毒了。大半夜的，谁给你送吃的？不靠别人，我们自己去。去哪儿？我早就暗中观察好了。白天刚进门，我就先观察清楚哪是伙房了。还没到吗？这夜王府也忒大了。嘿，喂，
等等我，别走太快，我都跟不上你了。不对，事有蹊跷，这附近定有什么东西限制我的力量。小声点，大半夜稍有动静就会被发现。看样子你没有同伙啊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糟了，被当小偷了。我问你是谁？问我我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谁派你问谁？我就得问你。你谁就问我？不是，我是府上的侍卫，你可知道这是何处？王八府！大胆贼人，也是我王爷法眼满口胡言，还不束手就擒！嚯，口口声声说是侍卫，大半夜巡逻不穿戎装，却只是上身披着那么奇怪的长褂。难不成你是在偷人？你要再敢进犯，我就喊得整个王八府的人都知道。好快的速度，是个高手。神经怪胎，今天你欠我一顿饭。可恶，让他给跑了。王爷，你没伤着吧？没事，只是这烟竟然能让本王浑身乏力，这定不是京城的东西，难道和千傲天那个老贼有关？师父说命不是天定的，命运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的，所以我不相信命运天定，我只相信我自己。我只相信自己，我是谁都无法左右的千云溪。